家好，我是钱姐钱薇娟，非常兴奋，非常开心，很像平常的自己。透过专业的书画镜头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么平常的自己却有不同的样貌，然后不同的面向，让自己觉得，哦，原来我也可以到这个样子。我觉得你可以维持一个好的心情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自己长保年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那像我个人的话，现在是最常做的两件事情是，第一个要多喝水，第二个就是要吃益生菌，非常简单，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威德益生菌可厉害了，按我们运动场上的语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里面有含有两样东西，掰口时期我就把它讲成是大谷祥平，那它这个 LCW23 就是 Michael Jordan， 一个是防御力这么强，一个是攻击力这么强，这个两强联手，我觉得会让我们在生活中的保护力完全的加倍。过去我是选手，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尽量不要让自己受伤就可以了。现在自己是教练了之后，你不可以只有顾自己，你要想到你的球员，想到你的团队，不断的去尝试不同的自己，是一件一直我很期待的事情。